无，会得到五元卡吗？五元卡是白交钱啊。 你有吃这么多香菇吗？谢谢你，这里面是，它是在这里，这里的方的。凤翅胡麻糍，纯米麻糍。哇，满满的花生。猪肝啊！你要加黑糖加柠檬。 另外是另外加的，应该是另外加的。我听蛮贵哦，可以吃也可以，可以沾粉。黑糖鸡肉要烤，开很久的铁蛋，加粪池有酱皮蛋水，一颗要100。对。要软的硬的。后面才在摆。我叫柿子。 各自他的口味，按你可以自由选哦。人家说来家爱家在地人推荐，火车饼、红豆肉丝，只有他们这边有咸的，会红豆啊。80年历史的小米麻糍，奋起胡椒。店员推荐买彩色，一次可以吃到多种口味。啊，你几克偌济啊？80，必吃商品。